是林盟主，快看，林盟主！盟主一定有话说。近半年来，关心楼主安危的人们不断聚集在此，但今天我有一个重大的消息宣布：经过多月的抢救，我们都关心过你的楼主，他撒手人寰了！啊！ 这辈子唯大的英雄！如果楼主已经死了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就拿不到朝廷的赏金了？楼主死了，你们悲痛吗？难过吗？手足无措吗？不要怕，楼主已经替你们想好了后路。楼主的死是足以牵动整个大梁的大事。 整个大梁的目光都会聚焦于此，让你们的货品趁机走出江湖，走向世界，错过今天没有明天。当楼主活着的时候，你可能没有和他同框的机会，但当楼主死了之后，你却可以拥有他身边的广告位。那，就比如说这款逍遥派林场赞助的豪华双层棺材，全国限量。 用最顶级的香木制成，你们知道什么是牌面不？什么是牌面啊？这可不就是告诉世人，我们大英雄楼主永远的睡在了由逍遥派林场提供的棺材里了吗？这可是楼主临死前货比三家亲自挑选的。哇！这样的话，让我们桃花帮的彩妆也要牌面，有眼力。 只需5两银子。我们全牛家老头乐也要牌面。楼主生前本就爱用，安排。我们家楼主这么冤枉，我们想也多卖一样牌面。白营长，谢谢大家，各位赞助的商家都将获得在楼主葬礼上宣称。茶庄阿姨，你们去维持一下秩序。慢慢来，请大家保持秩序，请保持秩序，都有机会的，都有机会。一个一个来。 快门！你看看，大好的前景怎么说死就死呢？老彭，要不再考虑一下？别怂了，我不死，哼，我。 堂堂天下第一楼楼主，现在生不如死。你看，这半年来我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呀？啊，皇帝拓荒组，现在连江湖上的也冲着悬赏来杀我。马上要年末了，即将迎来新的一轮自杀高峰，这是指着我完成年度 KPI 呀！啊，开宗，我心意已决，葬礼招商能赚多少是多少。 下葬后找个山清水秀的犄角旮旯一待，再整个容。从此世上再无楼主此人。楼主啊，你先别气嘛。与其消极逃避，我有一计能永绝后患哦。你不想知道是什么计划吗？我想，哎，你有口是心非。正所谓强者为尊，若想保全自己，不要展现出力量啊。光靠你一人，或许会很累。 但只要武林盟成长为铜墙铁壁，任他们再多杀手，也再无可乘之机。我们武林盟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，将成为你坚实的靠山。你阿丘。